到了台湾，请所有比赛选手动作相伴。再报告一次，马上的比赛进行到最后叫做单局第四局的比赛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不到了，请麻烦请所有同学动作相伴。第二是第一个号码一，排名第三，排名第三，排名第二号码一，排名第六号码一，排名第四。
金色号码的三名班，还有我们的黄色号码的三名班，加油！